一个汉堡需要一个妈妈换，给你一个妈妈。老板，我要换一条公主裙。可以，公主裙要三个妈妈换。我要游戏机和奥特曼玩具，我给你金币。换这里的东西不能用金币换。那要用什么换啊？当然是用你的妈妈来换啊。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教你的魔法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我这就回家去。不知道这次可以收到几个妈妈呢？妈妈，给我变！我的身体怎么变透明了？大宝，你对妈妈做了什么？你的身边怎么还有两个我？成功了，去换游戏机了。这群孩子居然真的相信了我说的话，现在我可以拥有好几个妈妈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因为失去身体晕倒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是大宝拿走了我的身体，所以我才变成了这样。他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别伤心，我这就带你去找大宝，把身体要回来。站住，大宝，还不快把你妈妈的身体还回来。可是艾莎，是你告诉我可以用妈妈的分身换游戏机的。什么？可恶，你怎么能把我的邪恶计划说出来呢？快把你妈妈的分身拿来吧。变，我恢复了，太好了。大宝，现在你妈妈是我的了，传送。什么？你对我的孩子做了什么？不，从今天开始我才是你的孩子妈妈。什么？太好了，现在我有三个妈妈了，另外两个妈妈你们也出来吧。艾莎，你快放了我们。我是不会当你的妈妈的，你们的孩子对你们一点也不好，用你们的身体换东西，而是我把你们变回原样的，他们根本就不爱你们。不是的，他们是爱我们的。你们现在只能听我的。不好了，艾莎抢走了我妈妈。哎呀，大宝，艾莎都和我们说了，分身魔法不会伤害到妈妈的。对呀、不是的，她是骗我们的，那就是我们这种妈妈的一部分。什么？可恶的艾莎，既然做出这种事，我来帮你们。艾莎，快把孩子们的妈妈还给他们。我从小就没有妈妈，只是想要自己的妈妈而已。那你也不能抢走别人的妈妈，跟我去坏人管理局吧。妈妈，对不起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。妈妈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原谅你了，我们也原谅孩子了。